作者说不能踩绿色，可没说不能进绿色的传送门。作者你可真是个老六啊，看来还是听作者的话吧，做一个乖宝宝蛋。我老天爷啊，怎么有个缩小箱子啊，先拿上再说，后面肯定会用得上。这里不能踩绿色和黄色，还好我不是色狼，不对，是色盲。我要先去这里存个档，两个绿色那紫色肯定是对的。作者你到底要盖啥子吗？那就拿上我的箱子直接偷鸡过去。姨妈呀，前面又是两个传送门，我已经眼花了，该选择哪个呢？这两个按钮被老六作者设置不能点亮了，他说看看有多少人喜欢我，超过100个人就让我顺利通关。最后一关怎么还有马桶呢？他竟然让我从粪池里通过，真的太过分了。为了平复玩200血压愤怒的心，给大家玩个小游戏，你憋一口气看能打出多少个六，我先来。前面终于就是终点了，我已经眼晕了。